品尝过麦当劳的香脆三明治，粉丝一定会对这个酥脆的口感念念不忘。现在这款美味又加了培根，信使推出，喜欢的粉丝千万不要错过。麦当劳的香脆鸡肉三明治在2021年加入美国麦当劳菜单阵容后，迅速成为粉丝最爱。现在这款备受宠爱的三明治将结合麦当劳最经典的部分菜单选项，黄金鸡块、麦满分三明治和 McFlurry 甜点共创一个全新的名称 McCrispy。 能够冠上 Mac 头衔的绝对是麦当劳的荣耀标识。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刻，麦当劳将从今天开始限时推出两款新的 McCrispy 三明治。 Bacon Ranch McCrispy 和 Bacon Ranch Deluxe McCrispy 这两款三明治都以麦当劳招牌去骨鸡肉为主，浇上用苹果木熏香的培根和用白脱奶、干燥药草和香料制作的全新浓郁 Ranch 酱料，搭配烘烤过的马铃薯圆面包。Bacon Ranch McCrispy 还包括锯齿纹酸甜腌黄瓜，而 Bacon Ranch Deluxe McCrispy 则添加了罗马番茄和莴苣丝。这两款令人垂涎三尺的三明治将在全国参与活动的麦当劳餐厅限时推出，售完为止，喜欢的粉丝千万不要错过。中天中望，这里报道。